Go。哦，小乖在煮饭。这个小碗如果不是吃那个什么，什么玩具啦，如果不是吃热的装水果还是 OK 的。嗯。哦，小乖很喜欢这个耶。小乖多说几句，阿伯要帮你录影PO上网哦。嗯。但是那个费用我不会分你爸哦，我要先讲好。爸爸，你要放在哪里呀？啊？里面。等一下，爸爸看你。嗯。以后你们有买玩具哈，就叫阿伯来拍哈。那阿伯有拿到钱再帮你买新玩具哦。小乖，再给他用下去煮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那你按一下那个按。加。按加，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加。我都加在哪里？再加加加 ，Go。哦，我们开始人煮嘞，你看又开始煮了，还要加辣椒酱吗？哦，小乖很积极的。哦，小乖在按加，小乖乖你教那个小乖按加，啊。Ready go 哦哦，哦，小乖双管齐下哦，这个囡仔后摆真适合煮食的，因为本身家己就最爱吃。阿伯看看你。哦。小乖过去那边夹。煮火锅哎。哇，小乖哦！生吼、哦、很好。